我有时候客人人多就扎就是烤大的啊，或人少两个人的话就烤小的啊。我有些客人说吃不完。我在帮他们脱衣服。脱衣服，哎，这要给小孩子看的，你知道？怎么脱衣服没？啊，那个衣服是什么？衣服是鳞片他。对。待会还要帮他们剥肉，然后，哎，反正不够帅。下次再把它剪掉。上不了台面，因为满肚子肥油。那叫什么？脑满。什么脑满？是脑满肠肥还是什么？有这个成语吗？啊，有这个成语吗？算了，这叫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嗯，反正就是显现一个人苍老，肥头肥脑。介绍一下这是什么鱼？是鹅啊。鹅啊？为什么叫鹅啊？就是正中午才能杀的鱼啊，这鹅而已。你看现在时间，你看看，刚好午时刚过，午时三刻，刚刚好，所以这时候杀鱼最好吃了。所以它的名字怎么写？中午的午啊，五仔鱼啊。宰就是宰杀的宰，然后五宰鱼，宰宰的宰，周那个叫什么？周什么？周什么？宰宰叫什么？周什么？旺宰，我对年轻人都不认识。哎，不是宰宰啊，宰宰的宰啊，这个船长有点变态，把鱼的衣服全脱光。对呀、啊。这样才知道是公的还是母的、啊、所以全脱了再说。对，全脱了再说。等母的再要知道母的才要先脱衣服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是唯一麻烦的地方就是这样。你看这种新鲜的鱼、啊、公的母的，现在就想到小爱还是小美讲的。叫母亲为什么不叫公亲？你看那种公的母的是指动物嘛、啊、的性别嘛。对啊，你看像这种新鲜的鱼哦，这鳞片都不会粘，不会比较刮啦，不会粘着这样子。你有没有那个鳞片刮不起来？有没有碰过？就很难刮的。我只看过我舅舅手上长像鳞片的叫宜兰锥。宜兰锥啦。啊。对啊，宜兰锥啦。那个是不是碰到那个不新鲜的鳞片？有啦，以前小时候，小时候我也会长过啊。我妈说那个是被鳞片碰到啊。你知道我那时候怎么用，你知道吗？用那个香烟，香烟把它烫。我看哇哇叫，用火烧是不是？用香烟。香烟啊，就火嘛。火跟香烟不一样。你妈妈家暴你了，用火。没有，自己用。你被香烟给烫身的，所以现在有点暴力，鲨鱼都这样。我的鲨鱼怎么杀？我以为你告诉我，你要鲨鱼怎么杀？鲨鱼要温柔一点，对它好一点。这种新鲜的鱼来刮起来，这个鳞片一下就掉光了。要刮干净一点啊，不然我等一下吃烤鱼会吃到鱼鳞。那这一条不要刮给你。
比较营养，是不是？烤一烤，然后整个鱼片就扒下来就好了。那只有山顶那一种山上吃鱼的那个笨厨师才会这样做。你做人身攻击哦！听说那家生意很差。很差，你我没有上网去给他写任何文章哦。嗯。哦，你为什么做他来做淄博什么？另外一个那个什么那个。达官显要都会去吃。小屋的那个老板娘在讲，说其他客人在讲说，噱头做大，嗯，政治人物太多，可是遗嘱的一般。有。我就说嘛，在山顶吃什么？笨。而我也很笨，跑上去吃。请问这一段你可不可以 PO 到 YouTube？ 这样会不会对山顶有点不好？会，这个不要，不要哈。我们要有一点，那个风格性，对吧？也不叫风格性，还是吃饭热闹，这叫水疗法。刚到时候都被吹到。你看，这种光泽，你看多漂亮。看到。新鲜的，还叮叮叮有弹性，看到。再叮一下。叮叮叮，你看有弹性，你看。它的那个什么 SK2 呢？哎呀。打了玻尿酸。哇，那整个肚子像肥美一样。嗯。看到。有。这是供男母的，说快。一二三。供男母的啊，过年啊。这个是。快快。没有，我觉得很好笑，连我都不知道。你都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因为我的体型啊，它公的母的很难去分。公的母的跟鸟类不一样哈、哦。对啊，鸟类可以从羽毛、可以从体型。对啊，鸟公的看起来就是那个。具有外表，在诱骗未成年少女。那个炮鬼啊！对啊，可是它脏，比较看不出来，有点大声。哦。可是现在大部分都是用 C， 那 C 就代表它处理，拢扑家拢安尼。这是不是还佫叫人来烤起来？那是我的靠，还要弄那个五仔鱼这一片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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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滑的身躯还是有一点点鱼鳞。哎，这个请你面向镜头讲几句话吧。我是从台湾来的。我不是日本进口的，所以说我没有多余的油。哎、欸，你吃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把他嘴唇给撕过了、哦。你看我的舌头，没有，看一下，就过来。晶莹剔透，这是新鲜的鱼。你看我的眼睛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看不到，没关系，这样看得到吗？有了，晶莹剔透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嗯，就说我们是正统的台湾鱼货，现捞鱼货，啊 ，MIT 的，了解不？所以你看看，很漂亮，很肥美的青鱼。跟你们家塔口长得很像。你看，颜色光滑，棒哈、哦，叮叮，有没到？叮叮，嗯、哦 ，OK， 好。有跳起来，有跳起来，跳的比较大。好。日本进口的那个是油是没有错，可是它的就少一个台湾这种鲜肉鱼货的甜美，它是有没有错，但是没有甜。
送现捞鱼或台铁。这钓的呢？嗯。这是用钓的，才身体才会那么漂亮啊！没有那种网子，没有，无网啊，那种小 K 无。嗯。那不然身体都会不会那么漂亮。没被刮伤。对，没被伤，没有被刮伤，所以这个价格会比较贵一点。他们都用海绵抓的。啊，海绵。海绵捞啊。那不叫海绵宝宝来？对啊，海绵宝宝跳下去抓的，所以才会刮伤。好冷哦。好冷。这种身体就是不是软，而且是弹性的，知道吗？这就是公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告诉我，你从哪里知道？你从哪里知道？我感觉。虎斑。像豹，嗯，没有，有点，你那边拍不拍得出来？我这边看有点彩虹，嗯，有看到？这边有点彩虹的色彩，没有？所以叫什么？彩虹鱼还是赛德克巴莱鱼？嗯，不是。赛德克巴莱鱼要找赛德克巴莱要找彩虹。这个很肥耶，我要一摸肚子都好一滚滚啊，你跟船长不一样。我以前顶个靠人无遐无遐济，即较大个，较大只较有人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会丢失啊。也有可能是哦。也有可能是钓的跟网的不一样，因为网的整群这边撞，然后那边便会撞掉。这个是钓的，对，钓的。我刚跟你讲，这是钓的。你如果整网这样网起来，它在里面那边乱窜，它会受伤，然后那个鱼片会掉。所以你看我哥他们在钓这种鱼的时候，没有上来以后啊，直接怕追星。怕追兵啊！那钓多久？一堆。很快呀、啊！我跟你讲，那个整群来的时候，那要什么鱼竿？要几只啊？多少人出去钓？不是几只，那个根本就是用。它是一根鱼竿里面钓起来好几只。那是你们的，那是一般啦、啊，一般钓客的钓法。我们用作业船来讲啊，是用一条母线，上面绑很多纸线，你知道吗？不整串拉起来，整串一起上来的、啊。哦，原来是一次是钓好几条，然后一条船里面有好几条母线吗？对对对，我有时候一来的时候，哇靠，那个是要价格好的啦。不然你假如说像真的量太大的时候，你假如说懒得去钓的话，就用渔网就网，一次的后裔啊那种的，你知道。可是网的它变成说大小的也很小的也基本上这种鱼很奇怪，这种鱼来就整批都是那个颜，就是那个 size， 它不会说不会有小的，不会，就是小的里面也不会怎么有多大，不大里面也不会有多小这样的。港铁啦，你听我，港铁你听懂吗？对啦，整批进来要找母鱼，没有，这个公的母都混在一起了。母的，对不对？母的，应该是蛋。嗯。那这没有内脏，又是母的。有内脏，要清了。内脏是，只是看不出来有内，哦，一点点。哇，这都是母的。
公的。可是只有一点点而已啊。啊，母的吗？公的啊，的啊，我说它那个标只有一点点。一点点。营养不良。嗯，这是公的，母的啦，母的啦，一点点而已。对啊，不少，都是母的啊！你看，很多都母的。你若洗迄个台仔顶悬，就免阁捡，伊就袂脱掉了。春天嘛，不变的，大自然的定律。那为什么没有公的？啊，有一只公的，我知道。大部分都母的，你看这都是母的。那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春天呢、啊？繁殖啊，繁衍啊。可是你没有公的怎么繁衍？对啊，对啊，啊，知道啊。可是你知道一只公的它可以对好几只母的？没有吧？啊？没有吧？鱼没有了。没有。鱼体外受精，它就是一只，就是对啊，一只跟一只，它全部都放掉了。母的。蛋子是什么？蛋在那边吗？等一下，蛋就整个。对。那个鸡。那个。鸡内脏。嗯。你刚刚清得很干净，包括这鸡嘛，把它。你叫什么叫鸡吗？啊，鸡啊。然后把它变了，那吃起来就不。那鱼头要不要？鱼头熬汤啊。熬汤，公的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那你是不是剥开了有白白的？还没，我只是先这样切而已。因为如果你要剪里面的东西，就变成说我要怎么样的。公的，我一批都是母的猫啊，我遇到一批公的那个，两个可以配啊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你还听啊？配怪胎，母的，母的吗？哎，是一蛋吗？一蛋。啊，好大块！哦，好大的鱼丢！今天爽死你了！好啊！哎，那么鸡翅煲汤，好你吃。那个外卖。啊啊。送外卖。啊。哦，今天叫外卖这个阿姨啊。嗯。阿姨，你讨。母的。母的。我跟你讨论鱼啊，公的母的，公的母的。哦，这是血淋淋的教训。没有，母的，好像体型比较小的是母的。是安尼。刚刚看感觉。是这样。是啊，看起来啊，我看一下这些。一般好像，你看，这只体型比较大嘛，公的对不对？公的啊。刚刚那只比较瘦小。